做植物，要把它种到大的盆子里面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会吗？会。真的？简单吗？简单。你要玩，来啊！你坐坐尤卡的旁边。那我们先来把盆子准备好。先拿出来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不要拔出来，大鸡巴。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很漂亮的盆子。超漂亮的。这是水泥盆。水泥盆，它是玻璃，不要破坏咯。不是，它是水泥做的。水泥又好强。它是水泥做的。那它会坏掉吗？会，你如果摔地上就会坏掉。那我们先把一些土放进去里面，好不好？这个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要放进去，我要。这个夹子是什么？那个夹子是等一下要用的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一些土放进去。它底下有一个洞，有没有看到？嗯。对，先拿一颗大颗的石头把那个洞塞起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让沙子不要全部流掉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土是什么土。水泥土。这些土啊，是一些旧土。那它里面有很多颗粒，几乎都是颗粒，还有一点点一般的土壤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土啊先铺在下面，好不好？好嘞。还是这个盘子直接倒下去。哦，好主意耶。没关系。哇。小心小心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就是给你们练习用的。好不好？下面就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是小心就好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把植物种进去的时候是最难的。我最喜欢种进去耶。好啊，好啊，等一下，那尤卡先放土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先把这个植物先给那个植物的名字。嗯，植物的名字。没有看到这个，叫什么？来念出来。我念不出来。为什么念不出来？这个还没写出来。那你会念的，你念。我什么都不会念。是啊。好，把它铺平了。哎呦。哎，不是。那是。哎，给我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在上面铺一层看起来比较漂亮的土哦，在哪里？对，这就是多肉植物专用土。多肉植物，多肉植物太多了吧？这个不要mazze mazze哦，就铺在上面就好。你说轮嘞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个不要搅搅一搅哦，你把它铺在上面就好。好，小心哦。我用瓶。对，用瓶就好。这样看起来好像太挤了，对不对？后面有一个位置。后面有一个位置，是没错啦。但是我想要放直的，哎，那这样我们放五颗就好了。那多的那一颗我们就种在别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可怜哦，它快没呼吸了。但是不是没呼吸，是没朋友。啊，我快没呼吸，救命救命！救命救命救命！救命好啊！好啊救命有没有断掉？没有。不要不要，小心哦，断。他没有朋友，放在这里比较好。哎，那如果我前后前后的话，会不会就可以？再摆摆看，你摆摆看。可以。可以吗？这样就六个就摆得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前后前后前后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就这样咯。然后把土地挖一个洞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土地挖一个洞，没错没错，从最边边的开始好了。啊，其他的先拿下来。你记得吗？前后前后前后，而且它在这里，是在这里吗？太用力，你看太用力就断掉了，好可惜。没关系，它还活着吗？它活着，只是说这一次断掉就有点可惜。哇，所以爸爸才会叫你用那个镊子夹它。那如果还在动，它会挤出来？嗯，有可能哦，我试试看。对对对对，再挖一个洞，挖一个大洞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把其中一盆。我还记得它是在这里。好啊，好啊，会不会拿？你用那个，对对，不要碰到肉哦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啊，
把整个包含他的土一起夹着。对对对。直接要倒了。对对对啊，你拿下面的土，不要拿那个叶子。对对对对。直接倒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帮你整理一下哈。我叫你用夹子，你就给我反过来这么倒。来，你先挖一个洞，这个地方。对，你要先挖一个洞啊。你要种起来了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Very good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爸爸再帮你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嗯，好。我还记得它是在这里。嗯，好啊，那我先把这个调整一下。我们刚刚已经折断一个叶子了，所以就知道要如何控制那个力道，对不对？然后用沙子把它埋起来，边边不要压，不要压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比较多的，一只都不要断就可以。对，小心哦，可以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好 ，OK。给你。好，啊，那个根要小心哦，根要小心。这个根太多。哇，根很多 ，OK 好。对对对，这个种得很好，这个种得很好，因为这个土挖得够深。嗯嗯嗯，很好很好。耶，土啊！呀，这可以喝水了。哈哈，好了，宝宝来调整一下啊。OK。好了。哎 ，OK， 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完成。耶。没有了，等一下，我爸先调整一下哈。我好累，爸爸，我们要去加水了。好。OK。把它加水，轻轻的加。要它洗澡吗？因为它很冷。洗澡吧，洗澡吧，鼻子我喜欢。我哩喂。哎呀，妈妈喜欢鼻水，鼻水超冷。有流出来了吗？流出来了。OK， 有流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样子吧。Okay. 臭大便，你好了吗？你呀、啊。